你敢用调查做借口？你还拖时间，人命呢？你是要甲赔偿金拖到变丧葬抚慰金？你才欢喜是无？真伤过苦，苦啊！苦啊！苦啊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是啊！别激动，别激动啦！我嘛吼嘛啉这个产品，啊身体出状况，差一点嘛吼嘛有性命的危险。我了解哦，这代志的严重性啦。我卖产品啊，一定会查明真相，给大家一个交代，好不？所以大家艰苦，我绝对会当体会。但是这个伤害证明是玫瑰因造成的，但呢后边医药费，不管后边所有的费用，阮金医美绝对责无旁贷，负责到底。不应的啦，啊，不是咱逼恁的啊，啊是安怎，咱要负责到底？再讲。卡所以，那是叫咱饲因一世人嘞，安尼绝对会赔袂了的啦。妈，是谁干的？到今嘛，搁唔认错？检验的结果搞出来，搁有证明是阮金鹰集团的唔对，无嘛？那呢？是安怎？阮今嘛都要认错？恁倒去听看麦，这查某人讲的，敢是人话？这间公司就是有一款无心无肝的头家娘，才出这款好心的产品啊！真是受苦啊！我天娘啊！你这无心无肝，我就要乱做！哎爸！哥哥，你完了吗？你完了吗？哎呦，你老火了！哪里？啊！不要紧啊，受个伤尔啊！是倒一个夭寿的，摕石头甲阮砍啦！假使若出人命，恁敢飞落去？你的意思是恁的人命较值钱，阮的人命敢能够使是无？不错啦，继续打啦，打到阮军人骨头位啊！打到啦！你啦！什么大家叫你激动？还讲我们个刺激个人吗？啊！你爸爸哪会听安尼？你讲讲这块话。身体你爸爸怎的？给，你过来呀！你有看厉害呀？你有看厉害呀？你有看厉害呀？你看厉害呀？你看厉害呀？我没安排的，我没安排的。啊啊啊！李勇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拄只好啉啥？想要知影你啉啥？看你家己的手啊！这块有毒啊！安怎？会惊啊？恁即马家己心碎心灵，这玫瑰内底有毒啊！吼，真正是无天良！有够可恶呀！原来你家己就知影这个物件有毒哦！你们要老命？你们杀人的呀？不是啊！要加注意，我已经开始全程录影收证了，请保持恁的理性跟和平来表达恁的诉求。若像发生伤害事件，我绝对会追究到底。现场的各位，我是宏图建设的廖乾坤，一看嘛知我是东东六笑市敢做敢担当的查甫仔。金鹰集团这个玫瑰饮的产品，我冇投资，若真正有问题。公司就直接绝对走袂去，请大家看我的面子，莫阁抗争啊！先等伊等结果，若报告真正有问题，阮绝对会全权负责。哎，怎是安怎啦？应该吼是电梯出问题啦。内底有人无？啊，有两个人哦，伫咧电梯内底啦，紧来叫阮出去啦！是嘞，这台电梯歹用，阮要修理，所以把总电源关掉啊，我即马想办法把你救起来。哪能哦？
都麻烦你啊，拜托你啦啊！阮先生哦，伊身体无好啦，你先甲阮先生拖起去啊，吼。本来哦，就爱我先出去啊。过来想我的去哦。你若想要哦，先出去，你就先啦，卖点啊假啊啦。那嘞，都拜托你啊吼。慢慢啦，唔通吼去耽误着人的时间啦。你哪安尼咯？你害我互我先生骂。是的啦，你的手伤紧，我抓袂着，咱去看一摆。好，来，来，谢谢你啊，来。是的啦，想乌我是来看无，打着你歹势。真正是一个车站。一定要来得关外久。老公，咱下楼梯啦。啊好，多谢。伊会感谢，咱甲迄个人遐尔熟，啊，不过应该只是小可熟尔。那个人现在应该还在坐家，不可能会出来。林华，你快点过来。宋林峰，你这个自私自利、无情无义的查某人，你根本无资格会用有幸福的家庭，还够生活。啊！你就在这啦！恁是后个月才毕业，啊！你提早回来，唔知我知影，我一定哦，传好六台吊车，甲跑要欢迎你啊！我就是想要让你欢喜一下，甲你惊一下啊！我正是卡在六吊车过来，唔免啦！啊！这巷仔底塞六台吊车，你惊用抗议哦？上加抗议，你别搁加吊六台来，让你搁较轻呀！卖个公孙笑啊，三八兄弟！当年那不是你死的，那不是铁牛，是我。我是为了我，你这台死人红破当烟，结果煞害你在你人生中上重要阶段，拢在拢下来度过，三十年休息了过啊。他们拢白啊，不多不多啊，陪我嘛了啊，鸡丝嘛炖伊啊，剩一支嘴，恁两个是煞未啊？馒头、油条，行，恁带我来去拼房间。互恁党的哦，甲伊老朋友好好啊，饮两杯啊。恁啊，若想要房间整理好，副党若想要住，随时有。好，来，是。
这颗哦，真正阿蒙透透，白书干哦，我巴肚底面疼嘞。啊，即嘛，就干剩咱两个人啊，卖个假骗啊。如果讲你要离开家去处理代志，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想要找你过去的到底呢？那迄个叫啥名我唔知，嘛拢唔捌看过。是讲时间经过遮久啊，凡世人因家养生囝，无得干嘛做阿妈嘞？嘿，你心疼哦，又瓜笋唔食，煞要食老甘蔗嘞。哎，你是咧讲啥物生气啦？我即摆拄对内底出来，有足侪所在，足侪风景想要看，佮有足侪代志，我嘛想要做。坤哥，你用心予我自由一阵啊，等我代志一件一件去完成了，我才回来，甲你做伙拼。啊，嘛对啦，即摆自由对你来讲。是上珍贵的物件，我慢慢急买吼，一直要甲你摆在我身躯边。好啦，阿伯呢？这个物件，你一定要甲收落来。你是去买我什么物件？今仔日一输你给我，我已经足感谢了。看卖，甲你买一支上新上贵的手机啊，予你出去拍一下。啊，搁有遮个钱，上实在啦。有钱啊，使几个也无啊。那你我就无客气啊，多谢。你若客气哦，我就变面啦。来，坤哥，是讲你今仔日那去一个抗议的现场啊？哇，含在你也知啊？啊，你才打出来尔，你消息敢袂伤过灵通啊？哎呀，无啦。啊，就是今仔日哦，伫一个面摊食面的时阵，电视新闻伫咧报啦。啊，就看你举一个放上头，伫大细声，免看着面，我敢若听声就知影是你啊。哎，讲到这哦，恁爸离世啦，我甲精英美集团哦有合作伫个啦。因迄个出问题美国人，原料内底的美国是我提供的。啊，你毋是伫起厝？那个人迄部进口水果，迄个美国本来是人要摕来赌笑的。我想讲要用这個美国，去甲恁家讲潘娜，到尾潘娜无讲着，讲了家己卡啦。本来只是想要创空宋林红的，哪会遐尼自信，扫着坤哥。好佳哉，我是对精英医美工厂遐落手，最后落这個，绝对是精英。啊，坤哥家，家家是当一条赚钱的财路尔，影响应该袂伤大。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才跟你报一下。